文思修当中如何对佛法升起信解圣解性而不退转，如何让自己的心越来越清净。这里我们就对净土法门来说，你闻确实要去听闻经教，听闻包括读诵，包括听法师讲经说法，通过闻产生思维，最后落实在行持当中。对净土法门尤其要反复熏习，西方极乐世界一种庄严，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，要了解阿弥陀佛果地上的慈悲心那种境界。因为净土法门是以果地觉做因地心，所以对果地觉，佛的果地觉要有认知，然后把佛的果地觉怎么通过名号的转化转为我们因地修行的心，这样我们只要对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名号产生信心，老实念佛，你念佛的当下，阿弥陀佛光明在铸造我们，我们的信心就能有增无退。如果不信愿念佛，我们的信心信根是很脆弱的，力量是展现不出来的，信根被你扎下去，力量没有出来，那怀疑一定占主导地位的。但有信根信力，和怀疑就没有立足之处，所以让自己信心越来越强，让自己的信心越来越清净，还就是老实念佛。每天有1万到3万的佛号，你不念佛都是烦恼在主宰，烦恼其中6种烦恼之一就有怀疑，你有怀疑，你对这个佛号你提不起这种精进的心，提不精进心，那一定是放逸懈怠占主导地位，懈怠放逸占主导地位，烦恼就完全并齐，所以整个通身跟不学佛跟社会上的人是没有两样，一般举行多年行为造作都在造恶业，临命终时那不是到极乐世界去，那一般都是到3个道里面去的。我们潮汕人每年年末家家都要拜天公及地势天神，寺院有大法会也要供天，那受过3皈5戒的居士能拜吗？会失去戒体吗？寺院供天可以吗？我们佛弟子都是秉受过3皈依的，第一个皈依，自皈依佛就不皈依外道天神，所以这个皈依的体性是一个原则问题，绝对不能改变。但民间信仰是有一些拜神的活动，对于道地天王，对于土地神，还有种种天神，他也是善神正神，我们也要有起码的恭敬心。所以这里如果是比丘对这些善神无论是什么神，我们不能顶礼。这个六亲鬼神不礼呀，六亲不敬，这是比丘法。我们但可以问讯，这是可以恭敬。在家居士碰到这种情况，你以顶礼的恭敬心可以通融，但虽然你恭敬他，但内心是把最高的恭敬，我是佛弟子，这些道地天土地神你把它看成护法神，所以他也是佛弟子，不是我们崇拜的最高目标，而是由于他对于佛法有护持的功德，我们恭敬他。你这样去对待，如果在家里你有佛龛，你都不能把这些神摆在正面，一定要把佛像摆在正面，他们放在两边，有一个
主次尊卑的这种对待啊，一定要这样啊，我们才守住了我们三皈依的这个立场啊。誓愿共天，有时候我们誓愿也会，比如啊，这个8月15，中秋节呀、拜天，我们都是把这些啊太阴啊、月亮啊这些天看成是菩萨的化身啊去拜啊，也是可以的。确实很多佛菩萨，特别菩萨呀，有时候示现在啊道地天、四天王天、大梵天王啊这些啊这些示现啊，恭敬他们的功德，有一些啊丛林的一些法事活动啊，偶一为之也是可以的。但誓愿只是供天嘛，他不是把天作为他的崇拜的皈依的对象嘛。啊，这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，啊，所以作为佛弟子，在这种民间信仰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要知道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我信仰的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世尊，不是说信仰马祖、土地神、天公啊这些，我们尊重这些，但是它不是我信仰的主体啊，你心里一定要把住这个原则。拜主公到底用不用烧纸钱，请解答。啊，烧纸钱是这样的啊，在佛教里面啊，既不提倡啊，但也不反对，因为佛教它给众生忠实利益，真实利益是要让众生升到善道，尤其是离开三界。你烧纸钱等于，烧纸钱是什么概念呢？在六道里面，如果你的祖先啊，能除了这个鬼道能够享用你的纸钱之外，在其他几道你都啊不发生作用啊。但是我们没有天眼，都没有宿命通，不知道祖先到底是不是在鬼道，所以为了表现一种慎终追远的孝思啊，来做这种烧纸钱的活动啊，倒也啊这个不去反对啊，因为确实烧纸钱在鬼道里面用锡箔呀烧点房子啊，烧点纸钱呐、烧点什么，还真的能通得过去啊。那民间信仰也不是空穴来风啊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反对啊，但我们最主要做的是要念佛做功德，回向给他，让他蒙佛慈悲愿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如果这个目标的实施，我们是不需要去烧纸钱的啊，但民间信仰我们也得尊重啊，你把这个尺度把它把握住啊，就能够灵活啊应用了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